Oping. Oping.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你让味道说话，今天你让味道说话，你要味道讲，你要勇敢啊，你不说话啊，因为这个味道其实大家都会熟悉了，都会知道了的啦啊，几十年了啊，多少年的不懂啊，很久了很久了，好，我记得我很年轻，我就开始吃了，小小就吃了，你小小的，就神了，那个超不会笑的，行，马西，别，谁？ 你不好吃，把你杀死了。OK，嗯，好吃，好吃。哎，好吃没？OK，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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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其实我讲这个节目很久了。啊？久了。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是咯，等下我。 今天我们吃哇，两个人吃这么多，对对对对，他的招牌是叉烧啊，烧肉啊，对的，好，我喜欢吃他的一样。其实呢，像多样的啦，他最近有多做这个白斩鸡，以前出名是烧鸡，不了吗？对，现在也有白斩鸡了。好，今天肉吃这么多，我们要吃多一点芽菜，好，所以我们的 diet 是 balance， 今天呢，你看这多样菜啊，我们不用一一的介绍了，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了，让味道出来。新南款，他家也吃过啊，都知道是好吃。对对，好，最出名当然是他的菜脯啊，菜脯这么大碗，不要拿起来，等下卡都鬼都定。这个好像有阿妈的味道啊，比阿妈更老。来，今天是在Alan Place是新南的，我们是。很入味，很入味啊！一个鸡啊，一个鸡啊，嗯，我煮啦。开始，嗯，自己创业的物件，我的店是个外，这是吃金蕉啊。嗯，所以大家贵，还是贵点子钱啊？我晚上煮下煮好个那物件，我今天是我店里面有一件是南蛮粉嘛。啊，对。 你个家就做工了咯，嗯，这一摆就开始。所以讲起来是咱个家常便饭的感觉啦。有渣，有渣了吼。
Pinaw ka. Oo. Hindi balugan sa. Balugan sa. Patama bigit. Ha. Ayun ka. Kika niya. Alo chưa chưa. Bọn chưa chưa bọn chưa. Du chưa qua. À, đi nào bọn chư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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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ưa. Tại vì quên lua rồi chưa. Ừ. Ôi quá. Ôi quá. Chưa chưa烧鸡啊，烧鸡他们腌制的时候、啊、放很浓的香料、啊、对对对，说很够味。是的。好吃啊！这叉烧啊，那是够骨的啊。一捞了，一起试啊，一碗酒啊，加蛋白啊，一碗味方法是又爱又恨。啊，这边说又爱又恨呢？对啊。你一边说加高味了，金牙高辣，高辛高辣高辛高辣高低，那边一个爱恨就是金牙辣，辣干嘛又老？我都没加辣椒了，我加了还好啊。特别好吃，好吃。